我捏五分的屁股肌，看我的天，神飞的，出来。今天简直是成大阵，首先是黄妖武功 VS 南阳大道场，开始。没结，我的是，嚯，长枪机，挂了。第一场由南阳大道场获胜。极限是南阳大斗虫 VS 长颈大斗虫。看起来双方都没有怎么样，再来呀。南阳大斗虫倒地。接下来是独角仙，完蛋了，长颈大斗虫没劲了。独角仙输了，大象斗虫，最后一只是。海参大斗虫，究竟谁会赢呢？得到本次的冠军呢？蜜蜂出现了，这次获胜的是。